想象，哇，你看有没有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好茶很少，因为哈 ，Oh my God， 真的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好茶哈，一年才300多公斤尊茶。怎么了？好喝，好喝，然后我们来检查叶子。啊，兴奋，好幸福。你妈妈，你手伸出来一点，叶子哈，一心两叶，用手采的。手采你知道吗？铁丝米，用铁丝手采。啊，你如果在外面是用机手，那只手啊，对，这个叫机器的，碎碎的，这个叫机器的。啊，我们是手采的，你看，那有钱买不到，像我这样，今天第五次来，第六次哈、哦，第六次来，哎，第六次哈、哦，你再先喝下去，好、啊，慢慢喝没关系，哎，这个，第六次还有味道，喝完以后余10分钟哦，回甘，要怎么回甘，我告诉你，我教你，这个是白开水哦。开始这样哦，我看你，我看你。好，再一次。好。好。就是不知道如果喝完。慢慢来，没关系。对，鼻子出来，嘴巴。啊，对。啊，鼻子呼吸出来，啊，嘴巴吸进去。没有，再多喝几杯就会了。别笑我。没关系，他不会笑你的。哇。怎么样？他喜欢香槟，真的喜欢。在台湾喝过的茶里面最好喝吗？这个叫什么？天普香槟，魔力香槟。魔力香槟，对，那个最好喝了。哦，对，我特别喜欢的。但是爸爸他喜欢，花的妈的，他喜欢这个乌龙。啊，看他拍照要看他，等一下。一边一二三，有香吗？好，好香。好香，英文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好香。Smile. Good smell. It's very good. 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The fragrance is good. 啊，这个也是香。Your English is good. 哇，真的吗？哇，我学英语学了20年。你的英文很好呢，但是他中文讲的，对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所以我也看到他的 YouTube， 然后我跟他联络，然后我们一起拍一遍吧。所以说你有来我的店，就跟又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因为我是以茶会友，就是。谢谢你们观看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，那请你订阅它，还有请你 like 这个视频，还有你们，如果你喜欢我觉得我有意思，请你们也看我的频道，在这里，好啊，谢谢你们观看，再见，拜拜 you guys。 那如果你们喜欢他的影片的话，请你们按赞还有订阅哦，好啊，谢谢。